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我们的特别来宾。哇，最近我们这个单元呢，真的是受到各方的瞩目啊、今天我们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真的他的歌真的是非常好听，尤其唱这个小调形态的歌曲呢，我个人可以说是从小喜欢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的钟情他的歌。对，那么当时或者是现在呢，他这个小调歌后的这个雅号呢，到今天呢是人人还是在称誉。我想最重要一点是他的歌声没有变。我们先来听他所带来这首《小小羊儿要回家》，欢迎孔兰心小姐。现在想要知道了吧、要称为歌王歌后，实力就要在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对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为歌王歌后。是啊，没有两把刷子，没有真正的实力的、人家讲了嘛，没有三两山是不敢上梁山的。刚刚呢，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候，我们这个梁制作，我们梁芳雨小姐这样，她的声音真的好好哦、而且讲这句话才全身发抖痉挛。是啊，因为以她的年纪来讲了啊、当时她可能那个时候比较小，比较陌生一点。今天那个在现场听到你这么live 的这样演唱这个《小小羊儿要回家》。一张口的时候他就已经刹住了，哇，谢谢，实在是真的是，到底是名主持人呢，不敢当，人跟你们衣服一样的红，你看这个说话这赞美的让我飘飘欲仙、谢谢，不，我们是实话实说，哎，真的啊，谢谢。我想我很荣幸啊，被邀请到上这么有名的五等奖啊，我想借这个机会先跟五等奖的朋友们问声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同时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先给各位拜个早年，恭喜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尤其这段时间啊，这个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内开始也流行一股这个老歌的热潮，最近这个到处都有机会可以听到大家这个听老歌唱老歌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热潮再次起来，就身为这样我们这个歌后级的人物，最近应该唱歌赶场是比较忙碌一点才对啊。不要讲歌后好吧，歌前歌后听得我自己都有点感觉不实在愧不敢当，不晓得往哪钻好。当之来来来，对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现在这样的一个风潮，您个人的认为呢？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不但是在国内如此受大家朋友的支持跟爱护，在国外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两年来，我觉得几乎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一直都是开演唱会比较多，在国外也是。探究它的原因呢，可能是这个老歌的这个词非常意境非常美，对，那这个曲调呢、旋律的也是非常朗朗就能够上口的，感觉听起来都很亲切。那如果能够听您的演唱会，那大概可以把这个一系列的小调歌曲一场听个二三十首，哇！我想这是我1994年的最大的心愿。最大心愿，在这边我们就许个心愿，看今年1994年能不能完成。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人要点？来，开放让大家点歌，好不好？谢谢各位，来，来，我们找一位年长一点的，这位年长的妈妈来。你有什么心愿呢？新年快到了，我想唱一首那个《迎春花》，怎么样啊？
没有问题。哦、新年到了，这位妈妈的心愿呢是新年快到了啊、哦，也希望孔兰娟小姐能够为我们唱这一首非常应节的歌曲啊、很应景的一首歌，因为再过三天就过年了，再过三天就过年了啊。是啊，这首《迎春花》最适合在这个年节气氛当中。我记得呢，孔兰娟小姐呢唱这《迎春花》也是您的哪首歌曲之一啊？也不敢说是哪首，但是我喜欢的歌的确是太多了，尤其这老歌只要是好听的我都喜欢。那我们好不好？从小爱唱嘛。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听这首《迎春花》。好，来，这次的掌声来欢迎孔兰娟小姐。那个蔡依红是要拥抱男的、对不起，我要拥抱女的、男的拥握手因为我不太习惯老是拥抱男的，我受不了哇，今天呢实在是啊，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要不然真的是可以一系列的这个动听的老歌一直一直给他听这个唱下去啊。谢谢，因为这个功力实在是太深厚了。不是，谢谢，真的，我看到小的时候我的偶像今天能够有机会能够亲吻他的手，你看这可以说是面对面。1993年以前的心愿已经完成了，1994年开始的心愿就是有机会去听您的歌。对了，提醒我是小时候听我的歌，我显得我好老啊！真是不，没有，我也才18岁嘛，也是吗？OK， 我们非常谢谢孔兰娟小姐今天来我的节目里面啊，谢谢，再一次的感谢，谢谢，再一次的感谢您的来临，谢谢，谢谢，谢谢。